不是有话要说吗？说。我给你做的复呼吸，如果阴雨天你膝盖再痛的话，就把它带上。这里面有药草，可以拔湿的。我爹原来风湿就用它，你试试。 来见我，就是为了这个。我说来说去，你还是想来问我，是不是果真穷兵黩武，害死了上万人？我其实是想问，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今日的琼林宴会变成这样？那你觉得我会告诉你什么？ 谢小马，你果真是厉害。当初要走的是你，如今要来见我的也是你。你觉得我缺你一对呼吸吗？我缺的可是女人。怎么，如今变成你，上赶着爬上我的床了？这就是你这三年的结果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啊！ 郡王爷神武，民女配不上。